Hello， 大家好，我是 HYK。 如果你关注了我很久的话呢，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我们做了很多关于鸿蒙系统和鸿蒙生态产品的内容。如果你目前正在用华为手机，或者你家里有很多鸿蒙生态的产品，哎，各位请弹幕扣个一。我其实一直非常的关注鸿蒙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 Mate 40 Pro 那一代我非常的喜欢啊，我觉得那一代华为是真的用产品力说服了我啊，我用那款产品做了好久的主力机。不过关注鸿蒙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真的想看一看华为在很多年前就开始布局的生态到底能不能健康的运转下去，并且在面对制裁以后，鸿蒙也成为了华为留住老用户争取时间的重要方法。那鸿蒙在过去的两年内到底有没有为华为争取到时间呢？那随着前段时间华为 Mate 50系列和鸿蒙 3.0 的发布，我觉得对于鸿蒙生态来说可以做一个初步的总结和展望了。鸿蒙生态在过去几年的发展到底如何，接下来又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华为又有可能做出哪些决策，我们正式开始吧。其实想评价一个生态是否有起色，或者是否过了最初的危险期，这个判断标准很简单，就是装机量啊，这个是最简单的标准。举个例子啊，你可以说出十个 iOS 比安卓好用的点，那我可以说出50个安卓比 iOS 好用的点，这个争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啊，因为从装机量上来说 ，iOS 和安卓它都是很成功的移动端操作系统，旗下的生态也都很好的支撑起了各自广泛的受众。那对于鸿蒙生态来说，华为在2021年10月份的开发者大会上就宣布了，鸿蒙 OS 已在超过1.5亿台智能手机、平板、手表、智慧屏等设备上应用，这个数字到了2022年9月份已经变成了超过3亿台。根据这个装机量来说，鸿蒙目前的发展毫无疑问是阶段性成功的。在这个生态下已经有了很多不同种类的产品、消费者和开发者，这个装机量也实现了华为一开始定下的3亿台目标，也意味着鸿蒙生态其实已经度过了最开始的危险期。能有这么多的装机量和用户，也代表着这个生态是能够吸引到软硬件厂商和开发者入局的，这个对于华为来说意义重大，并且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理论上当这个生态已经有了这么多的产品种类和真实用户，再去讨论这个生态还会面临什么困境其实也意义不大了。但对于鸿蒙生态来说，我不这样认为。鸿蒙生态想要持续的发展下去，其实依旧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大家伙有可能还记得华为在2019年3月 Hynix 生态大会上，华为正式提出的1+8+N 的全场景战略吧。虽然那个时候鸿蒙系统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不过1+8+N 的产品策略其实就是鸿蒙在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核心战略。1+8+N， 一是以手机为主要入口，八是以平板 PC 穿戴 HD AI 音箱、耳机 VR 车机等为辅入口， N 是泛指 IoT 硬件构成的华为 Hynix 生态。其中的1+8是华为自己在做的，而这个 N 则欢迎更多的合作伙伴加入，最终形成一个更为开放的生态。那这么说，我想很多人都明白了，其实这几年几乎所有关于鸿蒙生态的配合都离不开这个1+8+N。 你能够看出啊，华为的战略布局确实是厉害，但鸿蒙生态未来最大的挑战我想也不言而喻了，就是华为现在的一远没有以前强了。华为生态的大部分配合都离不开手机，而且在未来可预见的几年内，大家每天手持的智能设备手机依旧是绝对的主流。华为手机对鸿蒙生态最最重要的入口，目前的状态肯定不能说是这个入口没了，但绝对是小了，而且是小了很多。想体验鸿蒙生态，诚然你买个华为平板和 PC 智慧屏也能够互动，但手机肯定是最好最方便的入口，这个价值没有人能够否定。就像很多人入坑苹果生态也都是先从 iPhone 入手，然后再去买 AirPods、Apple Watch、iPad 等等，打乱顺序去买的人肯定有，只不过占比会小很多。而且制裁也在客观上严重影响了华为旗舰的更新节奏和产品力。那正常的情况下，华为的 P 系列和 Mate 系列基本上是每年都会更新，而且上半年更新 P， 下半年更新 Mate， 华为的双旗舰无论是在产品卖点还是差异上，策略一度比三星都要更加合理。不过在制裁的情况下，2020年10月份发布的 Mate 40系列并没有如期迎来它的更新，而且前段时间到来的 Mate 50系列，你也能够感受到产品力上的迭代没有往代那么明显了，甚至我们测完相机感觉系统体验都不太稳啊。我求生欲一下啊，不止我一个，很多博主和消费者也都发现了类似的问题。这种情况在以前的华为身上是比较难看到的，那为啥华为还没太准备好也要咬着牙推出 Mate 50系列呢？
因为距离40系列的发布已经快两年了，而现在消费者的平均换机周期就是两年出头。 Mate 50系列再不更新，很多40系列的用户换机可真就有可能不买华为了，这对于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就又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且虽然现在 Mate 50各个渠道都说卖得不错，我问了问华为的朋友，他们也说卖得好极了，但说实话啊，我不认为在 Mate 50的产品周期里销量会回到往代 Mate 的水平。要知道 Mate 40的销量相比于上一代几乎都是砍半了， Mate 50要是能持平 Mate 40就已经是很牛逼很牛逼的成就了。当然啊，我这个也仅仅是个人猜测啊，具体的结果呢可能得等几个月看看各家的市场调研报告，才能够大概估算出 Mate 50的真实销量。所以说现在华为的一远没有以前强了，那对于后面的8以及那个 N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鸿蒙生态目前的发展仅从装机量的数据来说绝对算得上阶段性成功，但要说鸿蒙已经度过了危险期，我觉得华为也不会这么想。不过好就好在华为从来都是一家贼有危机感的厂商。要知道啊，在2012年华为的 2C 业务还非常一般的时候，华为内部就提出了自己做系统的重要性。2014年的时候，华为的移动消费者业务刚刚迎来爆发时啊，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玩意儿会叫鸿蒙时，这个想法已经在内部基本确立了。到了2016年，鸿蒙系统就已经正式立项了。客观来说，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鸿蒙生态已经为华为在面对制裁时提供了很多的时间和弹药。各位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华为从来没有考虑过万物互联的方向，然后在面临制裁的时候才开始做这些来挽回用户，那制裁对于华为的冲击会大非常多，华为会失去更多消费者，很可能今天也压根不存在华为手机到底如何这个讨论了。鸿蒙在过去几年里在某种程度上是华为在撞上制裁这堵墙时的安全气囊。那接下来华为会怎么做呢？以下这些内容仅是我个人的猜想。首先啊，我们在半导体产业上的差距很大，没必要自嗨啊，短期内还是很难追回来的。所以啊，制裁不解决，你期盼着华为明年的手机就能够用上麒麟满血回归可能性不大。不过华为不可能放弃智能手机业务，它还会坚持规律更新产品线，这个入口虽然小了但绝对要保住。华为在国内维持千万级别的消费者应该压力不大，只要有一定体量的用户还在用华为，那鸿蒙的发展就是可持续的。其次，华为已经在做的就是提高除了手机以外其他产品线的竞争力。就以汽车为例啊，问界 M 现在卖得很好，如果真的能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被这类产品吸引并且考虑购买，那这些人入局华为生态的可能性就很大。一加八加 N 一虽然没有以前强了，但华为把那个八其中的某几个产品真的做到很强，那拽着消费者跳进华为生态。最后也就是前段时间任正非公开说过的，就是努力活下去，活下去就有可能等到困难解决的那一天。无论是半导体行业的差距逐渐缩小，还是出现新的赛道，企业只有活到那一天才能真正做点什么。这么类比可能不是特别恰当啊，我11期间呢去爬了一次山，那个山一开始还好，但往后的山路有很多段都比较陡，我只能低着头看着路一节一节往上爬，又累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但只要你没有放弃的打算，你会发现不知不觉就到了山顶，而山顶的景色是真的美。对于华为来说，路很长，坡更陡，但只要能坚持下去会到山顶。OK， 那本期视频内容就是这么多了。看到这的小伙伴，麻烦给一个一键三连啊，关注支持一下。大家对于鸿蒙未来的发展还有怎样的期待，也可以弹幕或者评论区分享一下。我相信啊，华为的朋友也能够看到。那我是 HK， 我们下期视频见，祝个好运，拜拜。